人。早和你说过了。来得很是时候，不过你该出去了。坚持不了太久，马上去找纳维莱特，告诉他水下防线即将崩溃。哎，那你们怎么办？他来之前，我们就是最后的手段。你觉得闸门能坚持多久？看我们本事了。Yeah.有劳你们了，接下来交给我。确定不需要帮手？不要紧。啊，所以你能处理这种情况，果然是因为……哼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因为你很有责任心吧。哼，有道理。就如预言所示，这一天或许迟早会到来，可不该是现在。如此古老的力量，能轻易毁灭某个种族，无边的灾难等同于愤怒的宣泄。这场审判过于宏大了，请恕我无法参与裁决。